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请先开讲义397页，中文经论最后一章，第十二章，空中与有中。就是把空中跟有中做一个比较，到底什么是空中，什么是有中，作为中观经论的一个结尾。现在略谈空中与有中作为本论，就中观经论嘛的一个结束。那么先讲空中，那中观中，空中其实指的就是中观中啊。那中观中也称为空中，为什么是称作空中呢？它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它深刻发挥空性，以一切法空为究竟了义。就是对空性空理，那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深入的一个解释。所以究竟了义就是一切法空，以一切法空为究竟了义。那么以这个空有无碍为特色，就是说他对着重的是诠释这个空性，或者解说这个空性，但是对有呢，对有跟空的关系，他认为是空有无碍的，就是空不爱有，那有也不爱空，这样子。那就以中观中的立场，空中的立场称唯识中，或者有真常唯心思想的称作有中。有中不只是唯识中，还包括真常系的思想都叫有中。那么有些学者认为佛法它是不二嘛，佛法就一，它应该是一位不二。那既然是一位，怎么会有空跟有的差别呢？这是有些学者的看法。那另外有些认为佛法虽然说有空中有中，实际上也应该是共同的。那就是用一种融贯调和的一种态度，特别是中国学者采取调和的姿态。那么大抵说空中与有中是无争的，这两个是没有特别矛盾，没有特别抵触，没有什么好争论的。论到空与有呢，那么导师也觉得应该是无争的，就是说导师的立场认为空意跟有的意涵啊，空跟有是无争，但是空中有中他们还是有一些要把它厘清啊，各自的主张要厘清嘛。所以世尊的教法是一味的，那么以缘起法来安立一切法，以解脱为究竟。安立一切法是什么法？就是流转跟幻灭嘛，是不是？是怎么样流转的？要知道它是怎么流转的，流转的一个源头、理由，
那知道了这个之后呢，要知道怎么还灭，怎么解脱嘛，怎么超越这个流转。所以究竟的真理当然是一致的啊，缘起法都一样，那解脱目标也一样，那真理当然是一样，真理怎么会有两个真理呢？然而佛虽没有替有中空中下过定义，尽管佛法是一位，那么空有是无碍。事实上呢，在印度，就是说整个佛法演变、流传的一个过程，确实有空中跟有中的存在嘛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了。那么，这不但大乘佛法有空中跟有中，那么声闻学派呢，也是也有空跟有对立嘛。比如说声闻的阿毗昙跟诚实论，那么2000多年来的佛法空有两大系统始终存在，这是一种事实，任何人也不应该否认。那我们不应该以佛法是一位而抹杀这个事实。佛法当然是佛法，就是一位的佛法。一位的佛法就是说它的一个宗旨意趣，有没有？它的根本的一个目标也好，或者基本的教义教理。这些嘛，都应该是一样的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啊，就是理，真理的部分，那当然是没问题。但是佛法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，就是开展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演变。那么2000多年来，空中与有中，那是互相融摄，那终于彼此又互相排斥，有些排斥的一种情况。它可以互相取对方的优点嘛？是不是来用啊？对方的这个善巧，但是在一些根本的知见上或主张，就会互相有一些排斥的情况，这必有它的根本不同处，就是要从源头那边去了解，哎，到底为什么会形成空中，为什么会形成有中？那在这种情况，就是需要去找出它的问题的根源呐、啊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为什么会这样子纠缠不清呢？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对立的情况呢？空中与有中彼此互相摄取对方的善巧和融贯它。在印度是这样，传到中国也是如此。啊、哦，398页。但无论如何，空中与有中的差别还是存在啊。是不是？一个主张生意空，一个主张生意有嘛？他认为生意地，哎，空。但是另外就主张，哎，生意地究竟了义是有，是自相有，那怎么会是一样呢？一个主张毕竟空，一个是主张也是承认一切空，在这样情况下又有，主张空又主张有，此空有二中的根本不同处，应该深刻的去认识它，不应该模棱两可，就是没有把是非对错把它搞清楚了，是非没有把它弄清楚，
模棱两可的将无同，就是这样子的去容观它，大概一样吧，恐怕相同吧。好，那么空中跟有中都说空，也说有。像空中，它不只说空啊，也说有啊。因为有中不只是说有，也说空，都有说空，都有说有，但是它的偏重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佛说有，也说空嘛，说事相，也说理性，是不是？说性，也说相，所以空有，事理性相。如果这样子来对应的话，空应该是对理、对性，那有是对事、对相嘛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，不管空有理事或者性相，应该是互相协调、互相融合、互相相应，而不是互相对立跟脱节。那么佛陀之后，佛弟子都融会空有。性相、理事，但是因为或有所偏重，渐渐出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个情况，一个形态，外在的一个相出来。佛法既然是一味的，那么空有性相等等，在此一味的融观上头呢？在这个基本的前提下，一味的前提下，那么是可以有相对的侧重，但是可以不一样的侧重，有些着重这个，有些着重那个嘛，但是不应该脱节。脱节就是有点不相搭嘎这样子。若有了彼此不相容观的现象，那么空有现象等等，那就会有所脱节嘛。就是说他没办法接续，将衔接上来，那不就脱节了吗？是不是？你怎么衔接呢？一个主张自相有，一个主张自相是空啊，一切空，毕竟空。那怎么去接呢？这如不是两方面都错，那其中一方面可能不太对劲，不太或者不太圆满。还有大小圣佛法无不说性相空有或者理事嘛，对于就是说这个事理，其实也可以说是理事啦，就是这样比较好对照嘛，对应。对于空中与有中的一个分别、一个区别呢，不要以为有中就只说有不说空，那么空中不说有只说空，空中就只说空吗？也是会讲到有啊。所以空中不是讲圣意毕竟空，那个叫什么世俗假名有，是缘起假名有。那么也不要以为空中有中都谈有都谈空就没有差别，两个都谈有，两个都谈空，两个都有谈到空跟有，但是还是有它的一个区分啊，它的差别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比较空中跟有中呢？从相对的比较当中就可以安立，这样子来安立。后世学者以中观的生意空，生意毕竟空嘛，生意空就生意毕竟空，为空中，以说生意一切空，为不了义的。他认为，空中主张生意一切空是不了义的，应该是生意有，生意有才是了义。他虽然也承认空，但是他有所保留，不是全部都空哦。
但是部分不空，部分空，这样称作有中。但从全体佛法中，空有相对侧重去看这两中，空中跟有中，来看空有之争。也就像一般哲学上，唯心跟唯物啊，唯物，他就认为都是物质；那唯心，他就认为都是心。为主了、啊，唯物都认为物实为主。那么唯物唯心，它就会有一些争执争论嘛。但是唯物论呢，有些人批评起来，某些地方还不是彻底的唯物啊，还是有牵涉到心。那么唯心论呢，有些地方也不能彻底的唯心，有些地方也接近唯物嘛，是不是？这个可能就是要从哲学的部分去看，到底唯心跟唯物。但是就字面上来看，唯物，它就肯定这个物啦，它几乎是否定心嘛。那心呢，又强调，太过强调这个心，就是唯心嘛。太过强调了，那他反而忽略了物的部分，两边都有些走极端了。所以，如果唯物会创造物质文明嘛，那唯心就能够创造精神文明吗？好像也不一定嘛。好，但是他。毕竟是比较重视心的，但是着重一边好像都就是落入一边嘛，落入一边的执着。所以那佛法怎么讲？心跟物，唯心唯物的心跟物是怎么样主张？心物是。互为缘起啊，但是互为缘起，心会影响到物，物也会影响到心，但是不偏于一边，心物都互为缘起。好，现在从空有的相对侧重看空有二中，那先比较外道跟佛法，那相对外道佛法，佛教我觉得内道。是不是？就是内嘛。好，那外道跟佛教怎么比较？佛法中的空有二中也有这种倾向，所以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的解说了。一切外道是有中，佛法是空中。导师先讲结论，接着他怎么解释呢？理由是什么？因为。出世的佛法必然是符合三法印啊，三解脱门啊。那符合三法印，不是主张无我吗？就是空吗？那外道是有我论啊，佛法是无我论。那么佛法说一切法归于空寂嘛。那外道认为有个神我啊，有个梵我啊。有个自在我、大我，是不是都有一个我？那佛法刚好是讲我，所以比较外道跟佛教呢，或者佛法，那外道就是有中，佛法是空中，这样先大的区块来分。不但大乘法是如此，声闻法也是如此，所以《法华经》称佛陀为什么？破有。的法王，有就是有我嘛，就是有执着啊，不是要破我执吗？乃是要破我所执嘛，破法执。只要有所执，都要破，就破有法王。好，
那么大乘跟小乘来比较呢？佛法有大小乘嘛？可以这么说，小乘是有中，那么大乘是空中。这个跟前面对意义也多少有些不一样。凡是大乘，都说一切法空，是不是？基本上对于这个主张，应该是都承许的啦，都一般是共许的。那至于说空是了义或不了义，那就进一步去抉择了。讲是讲一切法空，但是他在解释上，就说这个空是立足于有。他认为空，有些认为空是了义，有些认为空是不了义，有才是了义。那是大乘学者对于一切法空进一步的抉择，就是进一步的一个诠释了。那怎么样来说明？说明他的主张是怎么样？那么大乘佛法的基本论题呢，是一切法本来不生，本性空寂嘛。那这是遍通一切大乘经。那声闻佛法对此就说的比较少，所说的也不大那么清楚。那么声闻的常道侧重于缘起的事相，是不是？多发挥缘起有，那以这样子前提来说无我，那么一部分小乘的学者呢，执着法，无我，他是承认，但是法呢，他认为是有，所以叫我空法有嘛，有没有？那所以大体上可以说小乘谈有，大乘说空，就是把大小乘做一个比对的话，小乘比较偏有。那大乘，就是属于空这个部分，空中，小乘是有中嘛。那么中观家他是不承认声闻圣只有，就是说以中观家的立场，他认为声闻圣，他是就是说声闻只要证得我空的话，他不会去执着有啊。或者是认为他证了我空之后，他不会证的我法空，不了法空嘛，他不没办法体悟法空。那么这里不过是依学派的一个各有偏重来讲的。那么再针对小乘的声闻学派来分有中跟空中。有些学者曾分小乘学派为六宗，从我法具有宗到第六个诸法但明宗。但明就只有假名嘛，是不是？那我法具有不是我跟法都有，这是哪一种？独子部，他可以看角柱六，括号一的，这边算下来2、4、6，第六行。此等三教如前引文，中有八者。第一个不是我法具有吗？为什么是我法具有？因为独子部立一个不可说我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我，它虽然叫不可说，但是是不是有一个我？那声闻圣一般承认法有。所以我跟法都变成有了嘛，我法具有，比如说独子部等，那么法有我无，比如说有部嘛，萨婆多部，是不是？这个法是怎么去看待？就是比如说五蕴，五蕴不是五个法吗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一法都有，但是一法组合成的。这个假名我，这个我是没有，是空，是假有，所以叫有法无我，或者法有我无，或者我空法有。那另外再进一步，法无去来，
就大众部嘛，去就是过去，来就是未来。最好是经部是大众部里面的经部这样主张，对吧？萨婆多部有部不是主张三世实有，那到了大众部或经部就主张现在有，过去未来是没有，教法无去来。好，第四个现通假实。就是现就是现在法，那么假呢？实就是一部分真实，一部分是假。比如说，他主张运是真实，那么触跟界是假，这样子就是有这样子主张了，就是说假部这个部派。第五个是熟妄真实。熟地是虚妄，就是假嘛。那么生义地是真实，啊，比如说说出十部，这个部派的主张。第六个，诸法但名，一切法呢只有假名，那不是一切法空，这是一说部。那生义皆空，般若经，或者龙树菩萨的中论、白论等等，这样主张嘛。那第八，应理原实，那法华经等，或者无著菩萨等说的中道教，就是说，一切法空的前提下，有一个所谓的妙有，应理嘛，应这个真实力，但是。有一个圆满的实相，所以括号二这边导师星空学探员就讲到，所以从空到有这样子来看，玄奘大师呢曾经有六宗，这六宗都是声闻的学派嘛。第一个是我法具有宗，第二个法有我无宗。第三个法无趣来中，第四个现通假实中，第五呢，熟妄真实中。那么下一页400页这边，诸法但名中。那么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，龙树菩萨也说，佛灭度之后呢，声闻学者主张，有部分的主张我空法有，那另外。也有主张无法皆空的啊。那么论中又提到独子部无法皆有，就前面第三个嘛。我空法有是第一个，无法皆空。这是比较后面的嘛，应该就到了诸法但名，诸法但名不就一。不就是无法皆空吗？就只有假名啊，当然就没有所谓的真实嘛，就一切皆空，或者生义皆空。这边论中又谈到这个部分，无法皆有。那么古代呢，有判为我法具有、我空法有、无法皆空这三宗。那么玄奘大师的六宗就是依据这个在把它展开嘛。好，讲义400页这边，那这样的情况，从无法皆有到无法皆空，它是不是有些对于空的部分，空义逐渐是不是扩大真明？那渐渐与大乘空义就互相接近了啊。中国地论学者也分为四宗，那就是毗昙的有跟诚实论的空。四宗看角注7啊，括号一，
言分中者中别有事，一立信中，一名因缘；第二破信中，一曰假名；第三破相中，一名不真；第四个显实中，一曰真中。这四个就是祖师的或者这些论师的分类了。那么前两个立信中跟破信中是小圣，那后面破相中、显实中是大圣。然后底下他解释嘛，言立信者，小圣中浅。虽说诸法各有体性，虽说有性，那皆从因缘而生，不同外道立自然生。此中当比阿毗昙，就是阿毗昙这些声闻的论点提到的，各有体性嘛？有，就是讲有自信。虽然是他讲有自信，但是又主张从因缘生，他不能否定缘起嘛。那就跟外道的自然生就有区别嘛。而在破信是小圣中生，先说诸法虚假无信无自信啊，那就跟前面立有自信不一样啊。法虽无信，不无假象。所以不无假象不就有吗？无信不就空吗？是不是？接着破相中大圣中浅，显实中大圣中深。破相主要就是般若，这个般若系的这个主张是一样。前面是不是提到明前中虚假之相一无所有，如人远观阳焰为水，近观本无。不但无自信，水相也无，性是空，相也空啊。诸法相此，虽说无相，未显法实。这是，这祖师的主张。因为有没有七角柱七的挂号一？是不是他这位作者是哪位法师？净隐寺的慧远法师。那他是什么学派的？他是地论派的一个学者，所以他认为这个般若系的部分还没有到究竟圆满，未显法师。他认为破相中这个般若系的主张一切法空还不是讲到最深啊。显实中大圣中深，宣说诸法妄想故有，妄想无体，岂必脱真？那虚妄的，他就依托一个真实的，那不就依实立假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你这个妄心，它是依着真心呐，类似这样。那么真者，所谓如来藏心，恒沙佛法同体缘起，不离不脱，不断不异。此之真性缘起，即成生死涅槃。真所即故，无不真实，便此实性，故曰真宗。前面是不真宗嘛，那这边是真宗，不真，一个是真，这个都是祖师的一个观点哦。不真就是一切法，这些有为法都不真嘛，不真实啊，那不就空吗？所以不真中其实就空中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他要否定这个真实性嘛，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的啊，没有一个实在性啊，所以叫不真。
那就空嘛。那正中他立一个真心、真常心，或立一个虚妄为是，那不就有中吗？虽然那叫真中，那以中观家的立场就叫有中，这样了解吗？就是跟不真是对真，真是对之不真。那既然不真是空，那真不就有吗？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可见空有二义，那小乘学派也是有啊。毗昙主张有，那诚实论呢，主张空嘛。其实都互有，都有提到空跟有，但是毗昙那边呢，他认为法是有，我是空。那诚实论呢，就比较接近般若的，一切法空。那么这个小乘六宗不是渐次进，这边慢慢演变，就从第一宗无法皆有，一直到最后第六宗是叫诸法但名嘛，那不就一切皆空，一切法空吗？不是这样子慢慢演变的，是古代学者将发展的学派从空义的浅深的观点。那我法都有，不是最浅的吗？空义最浅，那一直到最后空义越来越深嘛，把它组织起来成这样子的一个次第，就是空义越来越明显。好，那么这样声闻圣对外道，那声闻圣是空中啊。那假设声闻圣对大圣，那声闻圣就变成有中。看你跟什么来比较了？你对外道当然三法印，那不就主张无我，不就主张空吗？那外道是有我论。那假设声闻跟就小乘跟大乘来比，整体来看，大乘是空中，声闻是有中，小乘是有中嘛。那么，在声闻佛法当中，譬如说大众部的法无去来中，有没有？就前面第六中当中第三个啊。那有部就第二个嘛，法有我无嘛，是不是？这样空义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？但妄于一说部的诸法但名中第六个。第三个妄前面对前面二跟一来比，它当然是空。那对到后面第六个诸法但名中，还是有啊，是不是？主张过去未来没有，但是现在有啊，是不是？现在有。那对前面的法有无，你空的是比较多了。但是对于后面诸法但名，诸法只有假名，那还是多说有嘛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在相对的比较下，有这样子空有阶段的不一样，就是相对来比较，就是有空有程度的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有些特别着重有。着重的程度是不是越来越明显？好，那么现在讨论大乘了，前面是比较小乘跟大乘，或者小乘里面再去比较。那现在大乘进入大乘了，大乘就分三系嘛，那又可以来分空跟有，在大乘一切空义当中又转出三个大的系统。那先讲虚妄为识，再讲真常为心，最后讲性空为名。或说遍计执是无，就是空啦。那依就是依他起，缘成始是有是不空啊，
是不是唯识家这样子主张啊？依他解他认为不能没有啊，那圆成时，他也认为要有，只是遍计执在缘起法当中，你产生这个遍计执，这个是没有的。如虚妄为识中，以妄执为无，这个虚妄执着了，是没有的，是空，要空，也应该要空，必须要空，根本就没有，是不是？是空的。那凡夫的妄执啊，你要把它空掉啊。那么事跟理是有，那事跟理不就是依他起吗？是不是？所破除的。是跟理跟也包括缘成识啦，缘成识是所证的理嘛，是不是？是就是依他起呀、啊，这样子来看，依他起缘成识这样子的是跟理是有，所破除的一切妄执呢，比起声闻身，那当然是比较广大啦，比较大嘛。就是说，唯识中虽然主张。部分空，部分有，但是它跟声闻圣来一比，哎，声闻圣就显得有，更是着重于有的意思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讲增长唯心系，进一步呢，如增长唯心论者，那说一切事相都是虚妄啊，那虚妄不就空？一切事相就只依他起嘛，依他起是空。在虚妄唯识的时候，认为依他起是有；但是到了增长系的时候，就认为依他起是空，是更进一步。依他起法也是空嘛，他比较起唯识系的空义，是不是更增胜？就是更加明显嘛。好，现在讲性空唯心系。但若以中观的空中来讲，但是增长唯心系，它转出一个不空，它不空的就是这个叫什么？叫如来藏性。这个如来藏性呢，它有清净的、无染的、无漏的、恒沙功德。他认为这是有。好，现在看中观的主张。若以中观的空中来讲，世俗谛法一切皆有，那圣义谛中一切皆空。就世俗谛来看，一切都是假名有；就圣义谛来看，一切毕竟空，就圣义毕竟空了，一切皆空是毕竟空的意思。说假有，那一切无非假有，包括涅槃也是哦。没有一个例外哦，不是《般若经》，不是讲涅槃也如幻如化吗？如幻如化就是形容这个假有，如幻如化的底下你可以写一个假有。那么圣义说空呢？那一切法都空。涅槃前面还说有，但是这个有是假有，但是到了圣义谛。那包括涅槃也空，一切都空嘛，没有一个例外的。到此，空义才达到这个最究竟、最终极的一个阶段嘛，这才算空到家。但是，中观家的学派有些虽然承认一切皆空，但是世俗谛章。地当中，他人还是认为他是实有，有这样子的中观家。但在生意空中呢，承认一切皆空；而于世俗谛中，他承认实有这样的中观者，比如说勤辩论师，他是还带有有中的气息啊。必须说世俗一切假有，
那不就空吗？假有如是不真实，不就空吗？这才是彻底的空中。虽然是讲假有，但实际上是空嘛，假的就不是真的啊，那空啊。依此差降，就是这样子，有一个层次啊，有一个见，有一个次第，有一个层次。相对的安立，空中有中，空有二中，但真正彻底的空中，那只有中观家嘛。唯有确立二谛都无自性的中观者，你不管是这个熟谛、真谛都无自性啊。那真谛无自性空，那熟谛也无自性也空，那不是一切空，毕竟空。那只是中观家里面，只有可能就少数了，少部分认为是熟谛是实有。不是假有，那就比较特殊的了。那以中观家的正义来讲，就是一切皆空，生亦毕竟空，缘起假名有。好，那么从各宗派来看，他们有说明空，就是证空或说明空的方法。那来看有中不空的这样的思想。有中也还是说空，但是他不认为空是究竟了义，他是不合中观的了义嘛？这可以从各宗派明空的方法去了解。明空就是说明嘛，或者观察。明一方面是说明。一方面是观哦，就是观空的方法，是方法论。那说明的方法，说明的方法是，那叫什么？认识论嘛，是不是？一个从认识论的方式来说明，一个是从方法论来说明怎么观空。那你就知道他这个有中是怎么样的情况嘛？就可以看出他们虽然嘴巴上面讲空，那实际上是念念不空。好，这边有个角注，我们看角注十一，因为这个蛮重要。导师在《性空学探源》有看到何为空，何为空中，何为有中？空中是什么？有中又是什么？这个道理也可以说很清楚，但是也可以说很难讲。扼要的来讲，空中跟有中就是方法论不一样，观察、观照等等这些。观法不一样，凡是主张他空，那观好像也牵涉到认识嘛，是不是？他怎么去认识这个现象界，这一切法？凡是主张他空，就是以此法空、语法不空为这个原则啦，理论的原则，建立这个理论的原则。这一法空，那另外一法就不空。就是主张空者不有，有者不空。空就不是有，有就不是空。虽然说空，但是归结到有，是有中。那么这是他空啊。他空就是，比如说这个讲堂，这个讲堂好了，或者这个教室。这个教室呢，我们现在所上课的这个教室呢，他没有牛跟羊啊，牛跟羊怎么会跑过来？他，但是是没有牛跟羊，所以说空。不是说没有这个教室，他就是有一法空，一法不空啊。牛羊是空，
但是这个教是不空，这个叫他空啊。他不是就自己本身来讲，他要说明空。他说这边为什么叫空？因为没有牛羊。但是没还是有学生啊，还是有这些上课的桌椅啊。就是说，学生、老师这些上课桌椅不空，但是牛羊是空。那不就有一法空，一法不空吗？但是归结到有嘛，凡是主张自空，此法有，此法就是空，当体就是空的意思啊。虽然这个教是有嘛，有这个教是，但是这个教是它是缘起的啦，没有因缘怎么会有这个教是呢？因为缘起的缘故，它是无自性，所以。虽然有这个教室等等，有一切法，它当体就是空，这个叫自空，自就是这个当体呀、啊。它不要去跟其他的来比对呀、啊，不用说教室跟牛羊来比对，是不是？自空就是以此法有故，此法即空，作为立论的原则 就是有而即空，空而即有。有当下就是空，但是虽然说空，不妨碍有啊。不是说空而即有，就是空就是没有，没有就是有，空就是有，而是说空能够建立有，在空性的基础上，在无自性的基础上。可以有缘起有，这样子，就是说这个空性的基础上，不妨碍有的建立了，不妨碍有的存在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讲空，空是空，空不是没有哦，空是无自性，是缘起。就是既然是缘起，当然是可以缘起因缘有啊，如幻有啊，虽说有，但是归结到空。是不是他的归去，他的结论啊？那结论就是空，以空为究竟。依着这项的原则，在认识论上，原有故知是有中，无始亦知是空中，是不是？原有，不是主张有吗？那。无始，就无自性嘛，那就是空，没有一个实在性啊。缘 有，他就是要有一个有去跟他比对，他才知道是空还是有啦。它是一种比对出来的啦，是不是？缘有嘛。那空中就不一样啊，他当下就是他自身当下就没有一个实在性嘛，不需要跟其他的有来比较啊。在因果依存的现象论上，有没有？那现象不就牵涉到认识吗？你怎么去诠释这个现象？当然要有认识，或者方法论嘛。假必依实的是有中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是空中，有没有？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的缘起有可以成立，那不就前面空而即有吗？有而即空吗？是不是？那假必依实，这个假的空，假不就空吗？必须依在实在的有，就空。空之所以成立，它是依照有，它才成立的。没有有，它没办法成立空，这叫有中。此等空有分中的差别，在大乘中充分发挥，
而思想的根源早已在《阿含经》与《毗达论》中显出他们的不同。所以，对于空义的研究，虽因以大乘空相应经，就般若经嘛，那中观论就中论嘛为中心，但我们假设更能够从《阿含经》以及这些声闻的论点当中去深入，那一定更能够明确的把握空跟有的一个根本的差异点。根本不同在什么地方，你就是要弄清楚啊，更能理解大乘空义的真相，不被有中学者所惑乱。好，那我们往下看。那这边就举例，开始举例了。然后举哪个例子呢？一个是有部，一个是唯识，一个是真常。这三个例子，那么先讲有部，有部是主张无空法有嘛，就是这没问题嘛。如萨婆多部是法有我无，就是我空法有中啊。何以我是无，而法是有呢？所以说有或说无的这个理，是依认识论来讲的。凡是事相与理性呢，事相方面的因果法，理性方面的这些不生不灭涅槃等等，事相那就牵涉到缘起因果嘛，是不是？那理的部分，那譬如说，真如实际法性涅槃不生不灭，这是属于理嘛？这个是进行果里面的什么？理尽嘛，是不是？进行果的尽还分理跟事哦，是不是？事就这边讲的事相方面嘛，因果。那理呢，就是理性方面的这些涅槃啦、法性啊、真如啊、实际。那进行果里面的行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以解脱来看，就是三解脱门嘛，或者三涅槃门做代表，就是说你要趋向解脱，进就是先设立一个目标啊，是不是？先跟目标先跟你讲说，诶，流转是怎么流转，环灭是怎么环灭，环灭的目标是什么？那你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有行啊，就透过种种法门嘛，解脱道嘛，乃至大乘菩提道，去把这个果，把这个尽嘛兑现出来，理尽兑现出来，那就是果啊，果一样是涅槃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涅槃可以作为尽里面的理，那这个涅槃更是我们佛弟子要证悟、要进入的一个目标嘛，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讲事相、理性，或者讲心与境。心跟境就是一对嘛，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啊，那么这些都可以说是可知的境，凡是可知的，就是实有的，确实是这样子。那么不管怎么样分析这些法的自相不思嘛，故事理心境等一切皆是实有，这个叫生亦有。比如说，就以五蕴做代表嘛。五蕴的一法，那是不是经过分析嘛？是不是？它是一法是自相有，不能说没有。但是一法组合成的我，那是虚假，是没有。那么一生有而有相续合合的有，
那相续合为的有，不就是指我？那就叫假有，是世俗有，那这个是空，是不是？那生意有的是指五蕴的一法，那世俗的，它指的就是我啦，一法组合的我，这都是有的，不能说空。嗯，就是一无蕴合而又不得切若我嘛，那当然是世俗的啊。那就是有就不说空，但是假合把它组合起来的，那是空，不是有。依法是有，不是空。但在认识这有为无为的一切法时，有因为认识错误，有错乱的形象现起，于此错乱形象的执着，这是没有的，是空。错乱形象的执着是什么？就以为这个我是有自信的，这是错误的。这个组合的依法组合的我有自信，这是错误的认识啊，错误形象的执着。是没有，是空。好，403页，这边是讲到差不多不。还是把这段看完好。差不多不以色香味触，这个叫，这四个叫四大所造色，是不是？是这些色。这都是色尘啊、香尘、味尘、触尘啊，不就四大所造色吗？那么地水火风呢是四大，那这四大所造色跟四大加起来叫八维，那八维合起来就有这些世事物啊、瓶子啦、梁柱啦等等，以为能成瓶的这个八维是真实有。那不就八个法、八个元素吗？这是有。那么八维所现起的瓶柱是假有，此假有的瓶柱也不应该是空，因为假是一时的，假有是用，用是不离体，是不是？你有体才有用啊，你没有体谈什么用呢？所以他们的主张认为。这个假有是用，那这个假有的用不离体，所以生意是有，世俗也是有。那假设有人不知道瓶子这些等等是合合的，是相续的，将平等看作整个的不变的，这个认识的错误就是形象错乱嘛。此形象错乱的执着才是没有的。另外，比如说我是五蕴合而有，五蕴是生意有。那么生意的五蕴呢，而建立假有的不得切罗我。若于不得切罗的假有，这个法执着为常一实。常的我、一的我、实在的我，这种错误认识的我，才是应该破除的。这个常依实就是指不得切罗我执啦，或者沙迦耶我执嘛，是不是？你有这个我执，不管是不得切罗的人我执，还是沙迦耶我的这个我见的执着，是不是？沙迦耶见不是我见吗？或者叫自我执啦。方便说，一个是人嘛，一个是自己，针对自己嘛。那么这种明空的方法，只能破除小部分的执着，故萨婆多部有部所说的实有假有，都是不可空。那空的只是主观认识的错误，这样子的空只是心里的误觉，而与心境事理无关，有没有？所以前面402页下面，
才会说，哎，圣义有，然后世俗有。那不管圣义有、世俗有，都是有，不能说空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解释这个意思了。但是空的是认识错误，主观认识的错误才是空，只是心理的错误，跟心见、事理的有无关。哦，这是有部的一个看法。好，那底下就讲到唯识中的看法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这边403页底下唯识中的部分，进一步，比如说唯识中的空，它是相信，它也接受一切法空，就信受一切法空性嘛。但是这个一切法空性的空性是依它有法，那远离遍计所执而显示出来的。那么这个空性是圣义有，唯识者是不同于小圣的，有为法的心跟境当中，有部差不多部所说的境上所起的错乱形象，当然是没有，就是应该去除的啦，应该空掉的。那么认识的境这个相呢，那如果了解心跟境的关联，不知道境是不离心而独立的客观存在，那由此心生，由此境现，这种现世外境也是空。就是唯识家的主张，就认为这个境不应该离开心而有境，没有所谓离开心，离开心有一个境的啦，你离开心就没有境啦，那有心才有境的意思。离开心，那就假设有的话，那就要空掉，就是说外事是外境是唯事所现嘛，唯心事所现哦，一切的外境唯心所变，唯事所现，有这种主张吗？就是说离开了心事，还有一个客观的外境，那是应该空掉的啊。离开心事就有心才有境的意思啦，没有心就没有境，那没有心还有境，那是不是要把它空掉？是不是？就是这种的主张嘛，由此心生，由此境现，这种现世外境也是空嘛，就是有心有境，但是进一步还是要空嘛。可以参考脚注13括号1导师的唯识学探源，括号2导师的成佛之道。这个讲三系的时候就会提到，比如说导师讲心外法非有，离开心之外的法就没有了。那心是理非无，心是的理，那不是没有哦，是有哦。那达能够通达无尽为识，那就可以，就是他叫唯识观，就是要证唯识性啊。就是他认为证得唯识性，就是证得空性的意思了。达到无尽为识，就是证得为识性，那这样就入于实相。这个是唯识家的主张。好，我们看405页，唯识家的意思，不单是由此孤零零的心，不只是讲这个心，单独的这个心，那么尽呢？是唯识所现的，那是虚妄分别心吗？以虚妄分别心为自信，
这种不离心的境也是有的。不离心，那就因为他不离心嘛，所以他就认为有。那离开心就认为没有啊。那有不离心的境，那就属于缘起的因果，不可以说空。假若现有离心而有外在的境，那就是偏即止了吗？离开心怎么会有外在的境？是不是心都没有，你哪来的境？就像你的眼睛都没有，没有所谓的眼睛可以看到，那你讲外境不是没意义吗？要有能看的眼睛，那才有所对的外境嘛。没有能看的眼，怎么有所对的境呢？所以离心和有外在的境，那就是错误的嘛，就边际值，应该空，也可以空，也应该空，甚至说离境而有实在的心也是错乱的，因为离开境，你说有个实在的心吗？这也不对嘛，是不是？它因为一个能一个所啊，心是能，境是所嘛。那离开境的这个所，那就没有所谓的心的这个能了嘛，能的这个心嘛，是不是？那么唯识者的空义比起娑婆多部有部来范围是不是更广？那么所空的内容不但形象的错乱是空，那么现起的境界好像有安定的、实在的、离心独立的自体不空。那实在是惑业熏习的妄现嘛？这个叫现世外境，因为现前好像有这个境，外在的境。那么有部认为实为真实有的，唯识中即不认为是真实，是不是？有部是不是认为一法都有，一法啊，任何一个法都有啊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唯识家他缩小范围，认为离开心就没有，不离开心，哎，是好像有，是不是？不离开心的境是有嘛，是不是？离开心的境才是没有。好，那么护法论师以第七世的执着我法为边际。边际值是空的。那么，其实心生时，事意显现，在心事中有实在的镜像显现吗？自然的如实显现，这即是边际所知，非破除不能解脱。事意显现就好像有一个镜显现，不是真实的嘛？它只是附带产生的。不能说它真实的嘛。好，唯识者说净空，或说离心外的外境是空，有没有？离开心，那就不能，不会有这个外境的意思啊。那不离心，才是有，离开心就空。那这样是空有隔别吗？说净空等于是说没有，那这个定义就不一样了。他这边讲的是没有，不是无自性的意思嘛。而缘起的真实，使他不能不承认，不离心的净是有啊，有吗？离心的净是无，不离心是有，大家只要把这两个掌握住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就是说，因为他要解释缘起的这个现实嘛，那不离心的境还是空的话，那怎么解释这个缘起的现实呢？所以他说，现是外境空，即同时承认唯心的内境不空。唯境不就是不离心吗？的境，包括内境。
内外的尽都不空，就有嘛。所以是遍计指空，即说依他的心事不空，依他起会有事嘛，或者心嘛，或者心事都不空。即使说若执着为事，也是可空。但是心空是对境而说的心，是别体，就是另外的能取心呐、啊。即形象错乱而妄执心为离境的心，离开境的心，经过你错误的认识，那也应该要空的意思啦。这别体的能取心或离境的心，虽然是空，那么同时呢，承认虚妄分别有的心事是不空，虚妄分别有的心事不空。那么唯识者尽管说空，终于是此空彼空不空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空那个不空，有空有不空，说是空而凡显彼不空，说这个空指的就是那个不空。由于那个不空，所以才能够成立这个不这个空。但是中观家的即有即空的自性中，自性空，唯识学者那是不会了解，不曾了解。好，406页，那现在讲增长唯识系，前面这个有点复杂，当然稍微整理一下，应该可以稍微会通一下。那就是讲心跟境的关系啊，离开心的境，或者不离开心的境，一个有一个空这样子，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义。那另外要参照心，这个心呢是离开境的心，还是不离开境的心，又是一个比较嘛，是不是？那中观家就很简单。就直截了当，就是一切毕竟空。好，现在406页，增长唯心论者所讲的空，那当然是更扩大，执境或者执着外境，或者现前好像有心外的境，固然是空。那虚妄的分别心也是空。唯识家认为虚妄有一个虚妄的分别事嘛，虚妄的分别心是有。不能没有，所以叫赖也缘起啊。依则阿赖也是，是不是？依则这个有的阿赖也是成立一切法，是不是？所以才会总现互熏嘛。他把阿赖也是作为一个仓库或者一个平台嘛，是不是？那中观家或者增长哦，增长系啊。他认为这个虚妄分别心也是空，虚妄分别心所以是空，是对清净的本体或身心的，就是他还是再进一步去比对了，或者进一步去立一个真心来跟他相对。你那个虚妄心、虚妄事是空，我这个真心清净的本体不空，真常心不与虚妄相应，即使有虚妄显现，那不会被它染污啊。无为本体不与染法妄染相应，虚妄跟杂染相应，有时也说它是空，那不就空如来藏吗？空在真常里面叫空如来藏，那真心不空就不空如来藏嘛，是不是？这真常心就真实的、不虚的、恒常的、清净的啊。空是离妄染的意义，就正常家的看法。那实际上呢，真如法性的这个真心呢，是诸法的本体。那么有具有一切真实功德，具足一切恒沙的。清净功德不可说是它是空，
不就不空。虚妄心是后起的，是属于客。那前面真如法性心，这个真心不就是主吗？是不是主客有一个对待？就是说这个主人翁有没有？这个主人翁，这个主人，那不空。那客人来来去去是空，是可以，客人可以消失吗？那主人一定要有吗？所以客是可以没有，所以说妄心是空。那么虚妄为识者不能抹煞外在镜像的缘起性这样的事实，所以虽说净空，又立一个唯心的内镜不空，就是事不空嘛，所以叫唯识啊。唯识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唯心，把这个唯心或唯识看作一个内在的镜，是不是？那不空啊，不然他怎么成立一切法？照样的，真常为唯心者，他不能抹杀掉依他虚妄的缘起的这个事实嘛。所以说妄心空，他就立一个真心不空。依着这个不空，才有所谓这个空的缘起的心事的这个事实嘛，是不是？才有所谓虚妄的这个心事的事实啊，缘起就虚妄的，就依他的嘛。那么依他来讲，就依真常家来讲，真常系来说，那么随境而转的虚妄心，从随缘而流善边来讲，不离真心，而是可以空，也应该要空。那么这个心就指真如心了，真心随染而不失自信，就自信有嘛，即心与理明而相应，在这个暗中去相应啊，是不是？心与理能够这样子契合相应，是照而常起即静而常明照的真心，是不可以说空，否则缘起的心相镜像那无从说起了。真心空，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呢？缘起的心，缘起的相，缘起的境，那是怎么来的呢？它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依据。真常唯心论者与虚妄唯识论者所说虽然不同，那么依此法不空而说，依此说不空而说彼空，那不就是他空吗？并无差别了。就是说，意思就是说，真常唯心跟虚妄唯识论都是他空论啊。他空论就是有一个空，有一个不空。他讲空就是讲牛羊没有，就空，类似这样啊。那讲不空是这个讲堂有，讲堂你不能说没有啊。好，那么上来所列举的这三家，有部啦、唯识、真常，对于空义的解释各有不同。那么有部差不多部说执境为空，比如说执着这个瓶子是有自信的啊，是真实的啊，实在的啊，恒常啊，独存的啊。那么这当然要空掉啊，空掉你对境的执着啦，这样了解吗？他要空掉的是执着，对境的执着，执境。那唯识家呢？唯识者不但以形象颠倒的执境为空，就是对于境的执着当然要空，但是现前好像有所取的境，好像有实在心外的所取境，心外的境也是空，
注意这个离心哦，就指心外哦。但是不离心的境，他认为不空。增长唯心论者不但承认直境以及事意显现的外境是空，那进一步把唯识家认为有的，不以为空就认为有嘛的虚妄杂染心，也说是空啊。那么三教的空义是不是有广有狭？但是他们就是总是认为这个是空，另外还有一个不空，有没有？虚妄唯识，它就是不空嘛。那增长唯心，心不空，真心不空嘛。那前面他认为妄事不空。那心空为名，那当然一切皆空嘛，一切毕竟生意毕竟空嘛。所以好，再整理一下，萨婆多部有部说直空，而现前的外境不空，这没问题嘛，是不是？那再进一步，唯识家呢说事离事现，离开事所现的境，就是离开心事所现的境是空的，不离开心事的这个内在的境是不空的，其实就指事啦，阿赖耶识不空嘛，阿赖耶识都空了，那怎么成立所谓的赖耶缘起呢？增长者就是妄心也空，这就前面的虚妄事嘛，妄就指虚妄为事的这个事，这妄心也空了。但是这个清净本体是不空，清净本体就是真常心，就真心不空，妄心是空，真心不空，这样子。所以这样不是都是有空有不空，有不空有空，是不是？三家的空义虽然逐渐扩大，但是总觉得有一个不空啊，他觉得不空就没办法建立这些万法，依实立假，依不空立空，会执着义法是空，义法不空。前面的义，差异的义，义法就是比如说 A， 那后面顿号后面的义法是 B 跟 C 哦，除了 A 之外的啦，这两个义法虽然同样的字，但是不一样的哦。义法就是某一个法，那下一个义法呢，除了这个义法之外的另外的法，另外可能一个两个等等，他们的立足点归宿点有没有注意这个归宿哦，它都归结到哪边，它都归结到不空，有没有？虚妄唯识不是归结到事不空，那真常不是真心不空，是不是？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，不管是立足点也好，或者归宿点、归宿的地方，都是实有，都是真有，所以这三家有部唯识跟真常就称作有中嘛。那么空中与有中不同，最后一段哦。再说此空时，即说此是有；再说有的时候，就是空。并不以为另有什么不空的存在，就是讲空，就是一切空；讲有，就是一切有啊，没有例外的。这种思想源于如来的自信，当体即空。那自信不是就无自信吗？无自信，那我们称作空，就叫自信空。自信空其实就无自信。那简单讲就是空嘛，自信空就是空啊，或者叫性空啊，或者缘起性空。那么在小乘学派当中，早就已经有，不过
比较没有那么贯彻跟圆满。因为一个思想要成熟的话，它是需要一个过程，一段时间嘛，是不是？你要写一篇作文，是不是也要稍微改一下？啊，改的差不多，哎，就可以交卷，是不是就可以发表了？你没有那么厉害啊，一般有那么厉害的很少啊，通常都要稍微改一下、调整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小圣的学派当中有，但是他没办法这么讲，没有办法像大圣的空中中观般若讲的这么圆满究竟。好，408页。譬如说大众部、经部等里面的法无趣来中说，过去未来是无啊，是不是？法无趣来嘛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他认为过去未来是空，幻化无，影像无。他们所说的无，不是说没有这件事。他就举做梦做一个例子了，做梦是一件事实，不能说他没有，但梦中所现的这些事不是实在的啦，是说梦中没有实在的自信，不是说做梦这件事没有。做梦你一定很清楚你有在做梦吗？你醒来一定哎，昨天做了一个好像有点可怕的梦，吓得一身冷汗直流，是不是？你稍微依稀仿佛还有可以想到一些内容嘛，所以做梦不能否认，但是梦里面的那个事怎么没有发生呢？它是在梦中里面发生，那醒来那现实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大众部、经部这些他们的看法。另外有部呢，有部认为，我差不多不认为，假有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那么无自信的假有还是有，以为假有法无有自信，但假有必有一个实有作为依托嘛，依靠嘛，这个叫假必依实啊，是不是？那有这个实有才有假有啊，就是依实立假嘛。譬如说圣义有余，世俗有，那么萨婆多部也主张不是把它截然不同，不是截然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，他们还是有一个相关性嘛。因此他说梦是实有，如见人手有脚，人与牛马等脚是真实的，不过形象错乱，以为人的头有脚是错误的。就是说有部认为梦这件事情是有，梦里面的也是有，但是假设梦里的事情跟现实是相违背的，那就是没有。他从梦里面，他梦里面的那个故事好了，那个过程是有，但是假设形象错乱，比如说居然人的头上长角，这件事情不是错乱吗？这件事情是没有，是错乱，错乱就没有嘛。好，再进一步，经部师等说梦幻假有，没有实在。那承认只是无实性的假有，比如说梦中人的头有脚，哪里是有这个有脚的人呢？这是无，但这个梦这件事不是没有，但是它是无自性的假有，所以在某些事项上虽然也达到无自性的假有，但是他们没办法扩充到一切法。经部师们在某些事项上虽然也达到无自性的假有这样子的理论呢，但是不能扩充到一切法上面去嘛。好，
讲到中观、大圣根本中观中等，从空相应的缘起义。所以这些部派的思想其实有些维系啊，有些维系的 不同点，还是要稍微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就是说它有共同的地方，那也有一些维系的差异的地方。那个维系的差异的地方就是那个部派的主张啊，他们形成一个特色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中观呢，从空相应的缘起，这个缘起是跟空相应的啦。要知道一切法都是无自性，无自性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怎么样？否定自性啊，他只是把自性给否定掉。自性怎么会有自性这件事呢？实、真实、实在、常、恒常、不变、一、独存，是不是？独自就可以自由自成，怎么有这件事呢？他不是没有，只是否定掉了，否定掉这个自性，叫无自性嘛。无自性而缘起法还是可以建立啊。无自性而可得可见的幻有，是不是可以建立这个幻有？如幻有彻底通达了现象与本性的中道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又出现了？前面是不是又提到现象的中道或者本性的中道？这样就是同样是中道，它是指的是性还是相啊？那性就是毕竟空，相就是无幻有嘛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说空，不是另外承认有一个不空的实在啊？只是世俗你不能否定啊，复世俗这样因果缘起就是这样展现啊，缘起的幻现嘛，这是空中与有中的根本差别的地方。空中直观因缘法的现就是如幻现嘛，是不是？虽然有现，但是它是如幻的，不实在的，无实而现，现而无实，无实而现，由此达到一切法空，一切法假。讲空就一切法空，讲有就是一切法有，但是这个有不是实有，是假有。空中以圣意空为究竟，那么归中所在，这是它的归去了。它归结到哪里？它的结论是什么了？它的结论就是毕竟空。它的结论不会说这个是有，这个不能没有。这个空那个有，这个有那个空，不会这样。归结，它的结论就是毕竟空，是不是？真谛、圣意谛是毕竟空，此空不是空之后有一个不空存在，是不是？的不空存在吗？也不是都无，也不是完全没有啊，这样就落入断灭啦、完空啦，是不是？而是缘起无自性，当体即空。缘起无自性，当体即空的空啊，就是缘起性空的这样的空啊，不是完空，不是真实不空的那种空。所以同样一个字空，那你要看他怎么讲空，了解吗？他是怎么讲这个字的，他对这个字的体会了解解说是怎么样的，他是怎么认识的，他是怎么观的，那就千差万别啦。同样假有，空中也假有啊，讲有啊，他是怎么认识这个有，诠释这个有，说明这个有的呢？有中就认为真实有啊，空中认为那是如幻有啊，那怎么是一样？那就差很多嘛。好，最后总之，不论
小圣、大圣，依有中来讲，那不管空的怎么样，最后的一个结论归结，不是结论吗？还有一个不空的存在，那就虚妄，虚妄事嘛，虚妄的心事，或者是真实的真心嘛，真常心，真实的如来藏，这个藏心嘛。不能即空而说有，不能就空的当下说有，就有的当下说空。所以，观察空意应该仔细来审查，来观察它怎么样观空。如何观空？上面你写一个方法论，这牵涉到方法论啊，如何啊？那怎么做到的？这空是怎么观出来的？怎么证得的啊？这不叫方法论。那最后的归宿点何在？这是第二个。那归结是什么？假设归宿点是空，就叫空中。那归宿点不空，那就叫有中嘛，是不是？空中与有中的这个就是差异点，最主要的差异点，争论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。凡是佛法中的争论，比如说假跟实嘛。虚假跟实在，那不一样啊。那么法有跟法空，那也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主张法是有，跟主张法是空，那怎么一样呢？那中观跟唯识的主张，那也是不一样吗？他的争论点也都是在这个地方。如何观空不一样，最后的归宿点也不一样。就是说，那个方法、那个过程不一样，那最后那个结果也不一样啊。不管过程跟结果都不一样，那就区分出空中跟有中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当然是要融贯空有的啊。那怎么样融贯空有？那也是要开出一条路来，不能就是要走一个正确的路啦，不能盲目的，或者是做一些很肤浅的融会贯通，自以为是，没有争论，这样子把它和在一起啊，把它给搅和在一起。认为就是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了。那么空中与有中的主要分歧点，那在《中观经论》这部论也都蛮仔细的，算是蛮仔细的指出来。希望空有同宗的学者要好好深入的、仔细的去思考。空有怎么会同样呢？空有同宗，他就认为空跟有宗是一样。其实也可以说目标是一样啦，都要解脱，都要成佛嘛。但是下手处就不一样，那过程就不一样。最后的最终极的目标是一样，它虽然结论是不一样，但它最终目标都是要成佛，都是要解脱嘛，是不是？都要开悟啊，证空性啊。但是过程那不一样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部分，大家就是要好好的来思考、思维。这好像这大家把它整理整理，其实好像也不是太难了。就是你要仔细的去看它差异，它有一些微细的差异，你要掌握住，那应该也不是说太难了。这样子，那今天这个部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心得呢？这些资料大家都可以好好的看一下。其实比如说角注18有没有407页，导致这部论《中观经论》的5章3节讲空，就主要的论题不就是缘起、
自信空吗？是不是？中观的主要论题啊，他讲空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自空跟他空啦、啊，是不是两种不同的空观嘛？观这个花是空，那自空就是说当体就是无自性就是空，那他空呢，就是说这个花的本身没有哪些东西，所以说空。这个花朵的上面没有，譬如说没有水，水没有，它当然是插在水上面。也比如说花朵上面没有云彩，没有云朵，所以说是空，不是说花的本身是空。它就有一个主跟客嘛，那客是空，就说空，这有点奇怪哦。那么如瑜伽论的真实义品说，有彼故空，彼实是无，于此而空，此实是有。彼这样子怎么解读这个呢？就从这个讲堂跟牛羊来看啊，彼就是牛羊嘛，没有牛羊啊，教室怎么会有牛羊，讲堂怎么会有牛羊，所以说空。那彼呢，就讲堂有彼不空，彼是哦，彼就是牛羊嘛，彼都是一样是牛羊，所以没有牛羊说空，说无吗？此于此而空，此时是有。于此而空就是说经过前面说空了，没有牛羊才说空，但是这个此的入子母讲堂实在是有啊，不能说空，由此道理可说为空，就是有空有不空啊，这个讲堂不空，但是牛羊是空啊，是没有，这就是说在此法，此法就是入子母讲堂嘛，由于空去彼法，是不是空掉牛羊，牛羊是没有啊，没有彼法的牛羊可以说为空，但于此法是有，但是讲堂还是有啊。唯识学者说空，无论如何巧妙的解说，永远不能跳出他空的这个圈子嘛。好，他空的思想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，中阿含，比如说中阿含的小空经就是他空论啊。这种思想是跟西北印度的佛教有关。那么小空经的他空就是除去一些和保留一些禅定的次第法，那不能说不对啦，不能说不空，也可以说空，那但是不是 一切空、这是部分的空嘛。此经以入子母讲堂空作比喻，如说入子母讲堂是空，是说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样，是说这个讲堂没有牛羊，看不到的这些啦，所以说空，不是指讲堂本身是空，也不是说讲堂里面没有比丘，没有这些听众啊，这些居士等等，没有，还是有啊，这些来听法的还是有，更不是别处没有牛羊，别处那个牛羊可能在别的地方嘛，才说空，这是浮浅的空观。那么楞伽经称之为彼彼空，彼就是于此无彼嘛，于彼无此啊，是不是彼彼就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来比对才产生空的概念啊，这是最粗糙而不应该用，这就是有点牵强啊，用一种很牵强的方式来，但是它是一种方便啊，它是让你了解，先初步让你了解空的概念。诶，它用一种比较具象的东西说是空，它慢慢引导，
慢慢引导这样子。那自空呢，它也是源源于阿含经，比如说杂阿含经说常，常是空哦，常要把它圈起来，这是空。那么我跟我所，我跟我所圈起来，我跟我所也是要空，性自而故。那本性就是这样子，法尔如是啊，本来如此。这即是说，常我我所是当体即空，不是空之外另外有一个常，我跟我所不空。那当体就是空，不是另外，这个空是另外的啦，是在常我我所之外的有一个空，或者是空这个之外。就是整个截然切开，那有一个不空，所以常我我所等，所以即空，是因为常我我所的性质，就是说他的性，他的这个法性，他的本性，他的自性，就是应该这样，就应该是无自性，应该是空。又如杂阿含的生意空间说无我我所而有因果业报流转等事嘛，是不是？我我所没有，但是有的是什么？有的是这个流转的这些事啊，你不能说没有啊。不是生意地中，我们看408页这个角度啊，不是生意地中有此因果业报流转等事，生意地中没有啊，生意地中是毕竟空，所以说俗数法是缘起嘛。俗数法就世俗的假施设了，就是说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无名缘行嘛。那缘起因果的相续有，和合的有，那这个是世俗的有，是假有。圣义地当中，那是无我我所啊，那是空啊，是不是？无我我所不就是空吗？那世俗有与圣意空，那么这部经《杂阿含经》的圣意空经也概略的指出来了。那么世俗有当然就因果缘起，这些当然不能否认啊。那就世俗有，圣意毕竟空，那就无我我所。也就是说，《阿含经》它没有明白的讲空啦，它是讲无我我所。他就是讲到这边就可以了啦，讲到这边无我我所就证空性啊，是不是？那到般若经呢，就多谈缘起性空这些嘛，多谈空跟中跟假名嘛。总之，自空乃即法的当体而名空。那么他空呢，是不是？自空就当下啊，自不就是当体吗？自体吗？他空就在此法上空去彼法。在这上面空具另外的东西，那就有点奇怪了。所以中观所说的世俗假名有生意毕竟空，他空论者，那他没办法承认吗？他们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修正，说一切皆空不了义，这与自性空者处于相反的立场啊。他认为一切皆空不了义，就是有空有不空啦，你不能说一切皆空。他认为有才是了义啦。后来唯识学者论空，只是约浅去遍计所值来讲，就是说遍计所值这个应该要浅去啊，应该要空啊，应该空掉啊，所以叫遍计所值空。不但不能说缘起即空所显，这个缘起法就依他起嘛，那他是在空性的这个本质上，这个前提，这个基础上所显的啊，也不能当下确认诸法皆空，所以自空与他中在方法论上是根本不一样的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方法你就是要注意，你要随时去检验，去检查你用的方法。
最后归宿点就是结论啊，那也可以说认识的，认识的一个结论。对啊，一个是方法论、认识论这些不一样嘛。好，今天的部分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心得？比较复杂的或者比较难以理解的，脚注13、404页这边讲唯识的部分呢。怎么样？我们直接看出体字。哦，心外法非有，心是理非无，答无尽为是，能入于真实。所以往下数第四行，遍计所知相是空无自性嘛。但是这个假，这个空，必依实不空，自相有而为一切假所依的心事，论理是非无就是有嘛。如心事也没有自性，那一切法都不能成立嘛。那接下来出体字，事是虚妄的，但是自相有。虽然他也知道虚妄，但他认为不能没有啊，要有就对了。由于无始以来心境相应熏成熏习成种子，所以是从自种子所生的时候呢，那以事为性的镜像种子也就起现行嘛。那而现行能分别，所分别这个两相，一个就是所谓的见分相分嘛。见是能嘛，相是所嘛，好像心见是独立，其实见不离心，以心是为性，那心外的见虽无，那不离心是的见是有，只要不离心都可以，但离开了心，那就不行，没有所谓离开心的见就对了，离开心不就心外吗？所以不离心哦，就有就种自种子这样子。所以往下啊，所以依他起的一切因果都能成立。不过说一切以事为性啊，就是这个所谓的阿赖耶识啊，作为他的一个自性嘛，这都是自相有，不可说是空无自性。依为是而成立因果呢，也就依为是而立。迷雾就是流转跟幻灭嘛，是不是？众生不了解外境是为是，是颠倒错乱，那变成我执法执的根源呢、啊？执我执法，因妄执起烦恼造业，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。业种成熟时，随业受报，阿赖耶识就。也可以称作一俗世嘛，成为生死轮回的主体，有没有？他没有这个主体，那还讲什么？他就非得要立一个这个，他才有这个轮回嘛。他就用这个来说明轮回就对了。反之，如果依这个唯识观通达，没有，实在没有外境，是无自性。那唯识都是唯识所现嘛，就没有外境啊，他否定掉这个外境，有事才有境啊，没有事就没有境，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有事产生的外境，他就认为这是虚妄的、啊，是由于虚妄事产生虚妄境啊。这就能够于依他起而知，遍计只是空，如镜像空不可得，虚妄分别事也就失去对象而不生。就是说，他先破对镜的执着啦，对镜的执着叫遍计所执性，先破掉这个遍计所执。那对镜的执着破了，那镜空，那相对的是心也要空。因为镜是所啊，
所都没有，有一个能会有吗？但再进一步破这个部分，所以净无所得，是也就无所得嘛，是不是？能无所得呢，是不是是就无所得，就能够误入于唯识真实性，就是误入唯识性嘛，就是误入所谓唯识认为的实相、空相、真相嘛。那么这个真实性是依他起自性离子所显的，是在这个前提下，是在依他起这个缘起有的这个，他认为依他起是有不空哦，因为你连这个都空了，你什么都不能讲了啊，是不是？他只是离开执着。所显，所以也不能说依他起是空。好，再往下出题字哦，是有所得有自相，依此而成立因果迷雾，是不是？成立流转的因果啦，还灭的因果，是不是？这是虚妄唯识系的，它主要的一个主张啊。那导师怎么评论呢？这对于五识不具的根性，可以说是很善巧了，因为有一个很具体的有的东西在那边，他就比较好去说明，好去建立这个理论嘛。而且依实力假本是小圣有部说起有戏的一个立场啊。一切法的实有性，十八界的实有性，以唯识义来解说。对于色化小圣有中，而让它去向大圣，一切法空性，那可以说是佛菩萨的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方便善巧了。无事不具，这个又可以参考成佛之道，都有解释。就是牵涉到你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这些啦。你是供养诸佛还是怎么样？等等，就是我是具不具足，就是你的资粮具不具足啦。你学中观般若的资粮，悟入缘起性空的资粮具不具足？假设不具足，哎。就用唯识来入，再来或者用无生常唯心来入都可以，这都是一个方便善巧。但是这个方便善巧好像有一点复杂，感觉上有一点复杂，还是要把它弄清楚。唯识是，因为它牵涉到相，森罗万象，当然一定要分类，所以。复杂是难免的啦，但是在复杂当中，它也是有脉络可循的，也不是那么艰深、那么困难、那么难，但是要花一些时间。好，所以这个有中跟空中，这也是一个重点。好。我们还是稍稍复习一下好了。我们看这个目录哈，它是不是总共有12章？第一章讲中道的内容跟意义嘛，就分2节，第一节讲内容，第二节讲意义。那么第二章就讲龙树菩萨跟他所造的这些论。哦，龙树论简单的说明，有深观的，有广行的嘛，是不是？那像中观论、中论都是属于深观的。那十住毗婆沙论、菩提资粮论、大智度论，是属于广行的嘛。那另外第二节有提到，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，为什么呢？导师有举很多很多。经证来说明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中论所出现的，其实《阿含经》都有出现了，
中论不是随便捏造的哦，它是一，它本着阿含经，然后贯通般若经的思想，融会贯通这样子，但不可能随便捏造嘛。好，接着第三章缘起的生灭，跟缘起的不生不灭，无生之共振与大生不共，其实无生是不是三圣都共振啊？也就是说，三圣的圣者都是共振无生、共振空性嘛，是不是？那大圣不共的，就是他的悲愿啊，广大的菩萨行啊。这理论上可能还有些要不共的地方啊。声闻常道与大圣深论，就着重点不一样。就是说，声闻着重的是哪个部分？跟大众所着重的，也就是声闻着重的是无常这个部分，缘起有是无常嘛？那么大乘着重的是极尽涅槃的这个部分，缘起空的部分。一个着重缘起有进入性空，一个直接观性空。但是你要去证性空了，你不是，就是说下手处不一样，所以有声闻的常道跟大声的声论嘛，是不是？声闻的常道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这样子的一个次第，无我，然后到极尽涅槃。那么大声可能就直接观无我、观空，直接观涅槃极尽，三法印横竖无碍嘛。就是说，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，一时相应也就是三法印嘛。那再来缘起的众观心，第四章中道的方法论有没有？是讲到方法论、中观与中论、因明与中观这些文量、比量、限量，比量就是观照跟思维啊，限量就是正德的，或者是。所谓的限观这些限量，哦，当然都有它的定义啦。文量好像又称作圣教量嘛，文量就称作圣教量、圣言量。比量要经过推理，比如说见烟知火嘛，看到烟表示有火在烧啊，这就是一种比量。限量就是现前。现前证得的这些，那么中观的根本论题就是缘起自性空，缘起自性空，或者讲缘起无自性空也可以啦，是不是？自性是空啊，或者你直接讲无自性不是一样？或者单独讲空，就是无自性，就是缘起的意思。八部不是有四对吗？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异不异，不来不去啊，是不是四对？那另外讲到这个不是什么含义？第七章有时空动，有不就是针对有无吗？法体吗？时针对的就是有，就是不生不灭这一组的啦。时就是不长不断，空不是不异不异吗？行不是不来不出吗？那另外讲到无言之谜，就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要回答，这个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，这样了解吗？有的你回答了，那增加他的执着，那没用啊。不管你讲得再好，他就是不接受，还是他就想错了，他不到那个程度，他没办法想得很正确。是不是？那就干脆不回答。第八章呢，中观的诸法实相，有没有？就《华经》的这个实如是嘛？那有性相一组，体作力一组，因缘果报一组嘛？就讨论这三个。那其实还有所谓的本末究竟啊，那就不没有在这边讨论。
第九章现象与实性的中道，第一节就太过不及中道，第二节即离中道。好，第十章谈二谛嘛，怎么安谛，怎么抉择。那么第十一章中道之实践，又牵涉到顿、渐。顿悟，渐修嘛，偏，你证的是偏真，还是证的是圆中？就是缘起空，还是缘起有？就这边就讲缘起相有，还是讲缘起性空这些嘛？最后有中与空中。所以九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其实就是讲怎么样空有无碍啊？怎么证得空有无碍？是不是现象不就有吗？实性不就空吗？二谛、真谛不就空？熟谛不是有吗？那中道这实践，那也牵扯到空跟有啊。最后讲空中有中。好，大概是这个部分啊。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也可以再复习一遍啊，先复习几遍都可以，直到你通达为止。那个东西没有看，看个三五遍、七八遍，那很难去通达的。好，那我们下个月就进入十住毗婆沙论，这也是大乘法很重要的一部论。特别是龙树菩萨所造的。这部论，它虽然只有好像17卷，但是内容也是很丰富啊。内容其实大乘里面的一些理论跟内容其实都有一些相通啦。那掌握了这个实住实谛的这个部分，那对于其他的大乘经典其实都可以会通啊。所以大家尽量来学习听讲。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回向。应该是很多问题啦，我自己本身就很多问题啦。应该大家也差不多啦，大家一起研讨，一起真上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向啊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